你可是这张家店的孙二娘。哼！你少在我面前装疯卖傻！你这包子明明就是人肉馅儿，不想住店赶紧走，别在这给我找麻烦。哎呀！哎呀！哥哥，绝非凡人，真乃天神爷呀！哈哈哈哈哈！就算是一刀一割的勾当，武松也替你去做。要办点对头，非为人也。近日。 从东路州来了一位张团，带来一人到此。此人姓蒋，未来娱乐台2011章回大戏《新水浒传》。